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Cindy 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28个单字，meek，meek，这个 e 哈，它是长母音哦，所以要念 e，meek，OK。好，我们来看到这个 meek 哦，它就是温顺的哈，就是说个性非常温顺的、温柔的意思哈，或者是很谦卑、很服从。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suggesting mildness，这个 mildness 就是温和的意思。好，个性很温和。Being humble 就是谦卑的，obedient 就是服从的，所以温顺的。好，我们看一下例句：Sheep are considered meek animals。好，这边这个 sheep 呢，同学注意一下哈，这个 sheep 呢。它这个是一个集合名词的概念哦，所以它字尾没有 s，就是视为复数。绵羊被认为是温顺的动物。好，这个地方 consider 是被认为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补充。好，那 meek 呢也可以用来讲这个人的个性哦，吼，所以说像这一句哦，哈，个性的话，人的个性也可以用 meek。John is a rather meek boss。John 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老板，so he often has difficulty getting his employees to do what he wants them to。所以他时常在这方面有困难，什么方面有困难呢？使得他的员工去做他想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个 get 这个地方是役动词哦，使得。那 have difficulty 就是有困难，在什么方面有困难？好，再来名词型呢，meekness，注意一下，meekness 这个是温顺哦，不可数名词。Sue says meekness allows people to easily take advantage of her。Sue 她的温顺使得人们很轻易的占她便宜，这个 take advantage of 就是占点点点的便宜。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9个。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好，这个字呢，以前我们就有学过了。Intelligent，有没有印象呢？有智慧的，intelligent。好，就是智力高的。有智力的，这样，比方说，chimpanzees are intelligent animals 啊，就是，这个黑猩猩呢是，大猩猩呢，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是有智力的生物，IQ 蛮高的意思哦。好，那这个 intelligence 呢，这个变成名词，就变成智能。好，来看到解释，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o learn, to think, and to judge in a reasonable way。好，这个能力呢，能够去了解、去学习、去思考，还有去判断。Judge 就是判断。以合理的方式。好，那我们讲到说，哎，这个人工智慧啊，就是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有看到，大家帮我看过一个机器人叫 Sophie。好，那它就是可以跟。设计出来就是可以跟人类对话回应，非常的可怕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哦。Thanks to the 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me robots now have truly impressive functions. Thanks to 就是因为由于的意思。Thanks to 它是介系词，因为 the advances 这个地方就是 progress 进步的意思。进阶、进阶跟进步，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 AI，也就是人工智慧，好，就是人工智慧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有一些机器人现在有真的很让人印象深刻的功能，impressive functions 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功能。好，再来看到。这个字，intellectual，intellectual，好，同学来注意一下哈，这个上面
上面这边呢，哈，这个字跟上面这地方，哈，就是这个在字尾这个地方，哈，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字当形容词的话，也是智力的、智能的意思，哈。那如果当名词型的话，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好，看一下例句：The new novel appeals to all sorts of people, not just intellectuals。好，这个新的小说 appeals to 就是吸引。等于 attract。好，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并不是只有 intellectuals。好，注意一下这边字尾个 s，就是知识分子的意思。再来看到形容词型哦，像智慧财产权怎么讲呢？就在这里，intellectual property。好，这很重要，来，请你写上。智慧财产权叫做 intellectual property，property 就是有财产的意思。智财权哈，right now receive much more respect than they did 10 years ago。好，现在呢接收到更多的重视，这个 much 是程度副词，就是更多的，去修饰 more respect。Respect 就是重视跟尊重。好，比起 lady 的这个地方就是 receive 的。好，他们10年前所收到、接收到的这样的重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解析。那这个 intelligence 呢，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呢，其实有很多的动物呢，像鹦鹉啊或海豚啊，它们的 intelligence 其实都是很高的。好，那怎么讲呢？Some animals such as dolphin and some birds。好，有一些动物像是 dolphins 就是海豚，或者是一些鸟，像鹦鹉嘛，跟你讲话，会鹦鹉有没有？还会有的会唱歌哦，会跟你互动。非常通人性，好，还有一些鸟 display behavior，它展现出这样的行为，that's jus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intelligence。好，它们呢，这个 suggest 就是呢，就是暗示着说它们有相当高程度的智商，高智商，高智能。好，高智商。好，那知识分子跟智力的哈，我们智力的部分呢，来看一下，Mary's intellectual ability 哈，就是她的智慧能、智力嘛，is well above that of her classmates，就是高于她同班同学的智力，这样智能、智力的能力。好，再来呢，intellect 这个写一下，intellect 可以当做才智或才智非凡的人都是可以的，好。就是他非常的，好，他有他的，比方说他有非常，比方说爱因斯坦好了哈，爱因斯坦就是一个 intellect，好，才智非凡的人，这样哈，好，你看一下这一句啊，Matthew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intellects of his time，好，就是这其中一个最为伟大的哈，非凡才智非凡的人，在他的那个年代。好，再来最后一个 beast，beast 就是野兽。那讲到这个字，我们就想到 beauty and the beast，对不对？美女与野兽。好，那这个 beast 呢，好，就是野兽啦。哦，那如果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好、哦、一个坏人呢、啊，或、哦、坏蛋呢、啊，我们可以说它是 beast。Wild animal 就是好、哦、野生的动物，especially a large one，特别是巨大的野生动物。我们来看一下例句：The selfish prince was turned into an ugly beast by a witch as a punishment。哦，这个 ugly beast 就让我想到美女野兽那个野兽了，不就是被变身成一只巨大的野兽吗？哦，这个自私的王子被变成哈、哦、turn A into B，然后变 turned into 被变成一只丑陋的怪兽，被谁？
by a witch，witch 就是巫婆，当作是一种惩罚 ，a punishment 啊，就是一种惩罚。好 ，OK， 这个 beast 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哈，龙是一种神秘的野兽，在不同文化中呢，哈，在它不同的文化里面的这种民间故事出现了。The dragon is a mystical beast. A mystical beast 就是神秘的野兽。That appears in the folklore. Folklore 就是民间故事 of many different culture 就是许多文化的民间故事中出现，民俗故事。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认字的部分哈。第一个字是 tusk， tusk 就是象牙。A long tooth of an elephant, tusk. 再来第二个 Hollywood 就是好莱坞，那就是一个美国最知名的电影工业，好的一个地方哦 ，Hollywood. 再来 snorkel 呢，就是潜水用的呼吸管，比方说这个浮潜呢，就是说 go snorkeling. A tube diver hold in their mouth to help them.Breath underwater， 好，这个 tube 就是管子，这管子呢是这个潜水者他放在这个嘴巴里面帮助他们在水底下呼吸。再来 ，mammoth 就是猛犸象，猛犸象已经濒临绝种了。那在哪里有看过猛犸象呢？就是在冰原历险记嘛，《The Ice Age》里面这电影没有出现。好 ，an extinct large elephant with long curved tusk。这个 extinct 就是已经绝种的，绝种的巨大的大象呢，它有着很长的弯弯的象牙。OK， 再来 Savannah 就是大草原，大草原，好，那注意一下，这地方有一个 H 不发音哦，然后后面你看也可以写成这样 Savannah， a large flat grassland in hot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Africa， 就是非洲的那个大草原叫做 Savannah， 再来 Masai 就这个地，这个是一个非洲部落、叫做马赛族， relating to an aboriginalAfrican tribe 哈，跟一个这个 Aboriginal 就是原住民的非洲部落。好 ，African tribe 这个 tribe 就是部落。OK， 再来看到 manly。Man 就是男性，力变成形容词就是有男子气概的。Relating to the qualities a man is expected to have， 跟这个 qualities 就是特质，这个特质是一个男性呢被期待所拥有的。再来 ，life expectancy 这个就是寿命的意思，好。Life expectancy， 好 ，expect 就是有期待、预期，也就是它的寿命嘛。好，预期的生命。好 ，the length of the time a creature is likely to live， 好 ，OK， 就是这个一个动物呢，它有可能存活的时间就是 life expectancy。再来 ，bestow 就是授予跟赠予 ，to give or present something， 好，授予跟赠予的意思。OK， 那我们这一课的单字就全部讲解到这里结束咯，谢谢大家。